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这个我们的老冯啊，去台北资讯展。好，那目前我在园林车站的大厅这边等他，然后顺便也帮他看一下有没有不错的女孩子。好，如果有不错的话呢，就留个资料，再给冯姨做个联系这样子。啊，阿仁呢？冯姨不见啦。好，我们搭7:38火车，现在7:34，没关系啊，啊，这个刚刚好也很好。人到底在哪里？好吧，没有就算了。如果他晚来的话，我们就搭下一班就好，其实也没有差啦。哎，啊，冯姨嘞？冯姨，你人在哪里？好像不见了。算了，就帮他看看媳妇吧。